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音乐之声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命运之门敲击；二、2. 莫扎特安魂曲的神秘告别礼；三、3. 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狂欢节拍。内模，小六子，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命运之门敲击。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。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位耳朵不太灵光，但创作天赋惊人的德国老兄路德维希·范·贝多芬，以及他那不让人听了就想站起来抗争的第五交响曲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他那个著名的开头吧，当当当当，这四个音符就像是命运之神在午夜时分敲击你家的门，告诉你，嘿，是时候面对现实了，伙计。这个节奏如此经典，以至于即使是那些从未踏入过音乐厅的人，也能一听就认出来。 贝多芬用这个节奏创造了一种音乐的紧迫感，让人感觉就像是在追逐或被追逐一般。这部交响曲被称为《命运交响曲》，不仅仅是因为开头的节奏，还因为它整体上的戏剧张力和克服困难的主题。贝多芬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已经开始失聪了，想想看，一个作曲家失去听力，那得有多绝望啊！但是贝多芬没有放弃，他的音乐就像是在对抗命运，告诉我们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也要坚持希望，继续前行。 这部交响曲的结构也是非常巧妙的，它由四个乐章组成，从激烈的第一乐章到神秘的第二乐章，再到舞蹈班的第三乐章，最后以胜利的第四乐章结束。这就像是一部完整的电影，有起有伏，有紧张有放松，最后以大团圆结束。而且，贝多芬在这部交响曲中使用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，比如在第一乐章中的缩短主题，以及第三乐章和第四乐章之间的无缝过渡。 这些都让当时的听众感到非常新奇，甚至有点震惊。总之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，它更像是一个关于勇气、坚持和希望的故事。每当你觉得生活中遇到了困难，不妨放上这部交响曲，让贝多芬的音符给你力量，帮你打开那扇命运之门。只是别忘了，如果真的有人在午夜敲你的门，那可能不是命运，而是你的邻居来投诉你音量开太大了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。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莫扎特安魂曲的神秘告别礼。啊，莫扎特的安魂曲这部作品就像是音乐史上的一部悬疑小说，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未解之谜。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，回到十八世纪的维也纳，探索这部音乐巨著背后的故事。首先，想象一下你是莫扎特，一位音乐天才，但你的生活却不像你的音乐那样和谐。你负债累累，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 而且你还得应付那些无休止的社交活动和音乐会。然后有一天，一位神秘的使者出现在你的门前，带来了一个委托，为一位匿名的赞助人写一部安魂曲。这位使者是谁？他代表的赞助人又是谁？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个谜。但根据流传下来的故事，这位神秘的赞助人其实是弗朗茨·冯·瓦尔泽格伯爵，他打算将这部作品冒充自己的作品，以纪念他已故的妻子。 这就像是十八世纪的版权侵害，不过当时的版权法可没有现在这么严格。莫扎特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，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。他开始相信这部安魂曲是他自己的死亡预言。这份工作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项任务。在1791年12月5日，莫扎特在未能完成安魂曲的情况下去世，只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杰作。这时，莫扎特的学生和助手弗朗茨·苏斯迈尔出场了。 为了确保莫扎特家人能够收到余下的款项，苏斯迈尔接手完成了这部作品。他根据莫扎特的草稿和指示，尽可能地保持了原作的风格。然而，由于莫扎特的原始草稿中有些部分非常粗略，苏斯迈尔不得不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填补空白。安魂曲最终在1792年的一次追悼会上首演，但莫扎特的名字才是唯一被记在节目单上的。至于瓦尔泽格伯爵的计划，嗯，让我们说。 他的秘密最终还是被揭穿了。如今，莫扎特的安魂曲不仅是古典音乐中的一部巨作，也是一个关于天才、神秘使者、贪婪的贵族和忠诚学生的故事。他的音乐既深沉又激动人心，每次演出都像是在向这位伟大作曲家致敬，提醒我们即使在面对死亡的阴影时，艺术和美也能永存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狂欢节拍。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位大胡子德国叔叔约翰尼斯·布拉姆斯（ Johannes Brahms） 和他那令人脚步由己的匈牙利舞曲。这些舞曲啊，他们就像是十九世纪的派对神曲，让所有的维也纳绅士淑女们都忍不住要摇摆起来。首先，让我们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。虽然这些舞曲叫做匈牙利舞曲，但布拉姆斯其实是德国人，而且他创作这些舞曲的时候。 可能对匈牙利的了解，也就是从一些流行的吉普赛音乐和当地的民间旋律中汲取的灵感。所以，这些舞曲其实是德国人对匈牙利音乐的一种浪漫化想象，就像是穿着麦穗帽子的巴伐利亚人在喝着匈牙利产的托卡伊酒一样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共有二十一首，每一首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和节奏。他们中的一些舞曲，比如第五号和第六号，简直就是音乐界的网红，在各种场合被演奏的比热狗摊的芥末还要热门。 这些舞曲的节奏充满活力，旋律又极富表现力，让人听了就像是被邀请到了一场匈牙利农夫的婚礼上，大家围着篝火跳舞，直到月亮害羞的躲进了云层。布拉姆斯在创作这些舞曲时，其实是有点偷懒的，他并没有完全自己创作所有的旋律，而是借鉴了一些已经存在的民间音乐，然后加上自己的调味料，那就是他那精湛的配器技巧和对和声的完美掌控。这就像是你去了一家高级餐厅，点了一道经典的匈牙利炖牛肉。 但厨师给你加了一些秘制香料，让你的味蕾瞬间穿越到了多瑙河畔。这些舞曲不仅仅是狂欢的节拍，它们还是技术的展示。对于演奏者来说，要在这些快速的节奏和突如其来的情感转折中保持准确，就像是在音乐的绳索上表演走钢丝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无情的节拍深渊。总之，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狂欢，他们将十九世纪的欧洲舞池和今天的音乐厅连接起来。 让我们这些现代的听众也能体验到那份历史的热情和活力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听到这些舞曲的时候，不妨也随着音乐摇摆一下，感受一下那份跨越世纪的节奏吧。亲爱的观众们，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、莫扎特的安魂曲和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这三部作品，他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情感和技巧，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教会我们要勇敢面对命运。 坚持希望。莫扎特的安魂曲则让我们感受到艺术和美的永恒存在，即使在面对死亡的阴影时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狂欢，让我们感受到十九世纪欧洲的热情和活力。这些作品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音乐家的困境、创作的激情和音乐的力量的故事。 这些故事让这些作品更加生动有趣，也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和欣赏这些音乐。现在，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吗？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